欢迎收看108年1月26号星期六的港都新闻，我是萧小欣。首先来看到，位在盐城国中紧邻爱河畔的爱河图书馆11号落成启用，教育部政务次长范训律专程南下揭幕，看到图书馆有着媲美5星级的阅读空间，又能欣赏到爱河美景，政务次长范训律直呼学生好幸福，也希望阅读就能从爱河开始出发。优美的音乐演奏为爱河图书馆启用典礼揭开序幕。这座位在盐城国中的图书馆，当初在市府教育局大力支持下动工新建，历经2年终于完工启用。已经高升教育部正次的范训律专程南下，受到学校师生热烈欢迎。好，谢谢。爱河图书馆地理位置优越，距离爱河不到50公尺，景色得天独厚。不仅融入盐城国中特有的帆船课程，更在图书馆周边种植了茂密树木，宛如爱河畔的耀眼明珠。倒数声中，爱河图书馆正式揭幕启用，映入眼帘的宛如5星级的咖啡厅，不仅空间设计新颖，灯光装饰也相当精致。学生或社区居民在这里读书，可以体验多重的阅读乐趣。看到把爱河沿岸的美景呢，尽收进图书馆里头了。那用这个落地的这个玻璃窗，那它内外之间呢，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那对学校的师生来讲，提供了最优质的一个阅读环境，那又让市民朋友呢能够共同享有这样优质的环境哦。其实学校是有35000册的藏书就在隔壁的书库里头，所以你拿了一本好书在这里阅读，然后品尝，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哦。那所以说爱河图书馆当然是一个梦想的实现。政治也听到我们的需求，他亲临现场，然后当机立断给我们经费，让我们变更设计，然后把所有的隔离都打掉。各位可以看，我们这边没有围墙，要取得最好的河景，但是对学生的安全我们也做了很好的配套。很开心，因为这座图书馆室内设计让我们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那在里面读书我相信是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学校的那个读书风气一定可以为此而大大增加，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书籍可以任君挑选，十分的不错哦。尤其爱河近来名声响亮，爱河图书馆的启用更加增添人文气息。我相信韩市长如果来到爱河图书馆，他一定会说赞美，说学校能够有这么好的规划设计，然后不只是说风景而已，那这是一个知识之库宝库哦，所以更应该分享给市民朋友，还有来这边的各种观光客，他们会把爱河图书馆呢列为必到的必游的景点。我们的楼下种了600棵的九层葛，是一个环管花带，那外面也是种了13棵的黄花风铃木。我们期许在明年的冬天天气冷一点，繁花盛开，坐在面读书，我相信这绝对是人生最快乐的一件事情。范训律还为长达6公尺的爱河学园图进行落款，这幅堪称爱河版的清明上河图画出爱河畔多所学校的地理位置。范训律当初在教育局长任内努力催生爱河学园，如今这些学校也跟爱河图书馆一样展现不同特色。范训律希望阅读就从爱河开始出发，也为百年风华的盐城历史开创新的一页。爱河学园赞！港都新闻王思武、吴秉源采访报道。韩国瑜就职纪念邮票11000组一推出就被抢购一空，连带也掀起高雄集邮热潮。邮局表示，近来不少民众洽询韩国瑜纪念邮票，也带动集邮中心的人潮。事实上，高雄邮局集邮中心重新装潢后，堪称国内最具规模的邮票展售场所，许多罕见的邮票在这里都看得到，带您一块来看看。高雄邮局集邮中心这一天来了不少小朋友，东看看西看看，十分好奇。这里堪称国内最具规模的集邮中心，市长韩国瑜上任后热度直线上升，特别是韩国瑜就职纪念邮票一下子被抢购一空，也带动沉寂一段日子的集邮市场。其实集邮市场只要有好的题材，集邮人士都会买单。这次的题材，因为我们是采用 Q 版的一个。韩市长当初在竞选期间，他会有一些竞选口号嘛，包括一些
他的证件嘛，爱情摩天轮啊，所以这些人我们都把它收集到个人化邮票里面，引起很大的回响。高雄集邮中心不仅空间宽敞，设计新颖，里头陈列许多生肖、花卉等纪念邮票，其中这几款无面值邮票更是让集邮人士爱不释手。这是我们中华邮政所发行的第二套的无面值邮票，也就是说邮票上面没有邮票面额的数字，那代表的是非常的稀少性，所以收藏价值非常的高。现在的一些之前的可能是馆藏吧，现在有机会看到，当然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新鲜的，对，所以希望就是可以有机会看到更多就是我们的邮票展示这样子，很像邮票的那种座位，就很酷。是，本身喜欢集邮吗？还蛮喜欢，我是来看一下有没有齐柏林的那个。这边展售的邮票邮品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已经变成很多的机关学校呢。校外教学他们会带到这里来，在这里能一口气看到许多款少见的邮票，还能自行操作设计出个人化明信片，也难怪集邮中心总是吸引团体预约参观，更在韩市长上任后成为高雄邮局人气王。港都新闻综合报道。高雄日前发生一名逃逸外劳，为了阻止警方拦查，竟然用安全帽攻击。原来是三名二分局警方外出巡逻，行经民诚一路与鼎爱街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违规，且脸色泛红，示意拦查。一开始骑士假装配合，却在下一秒丢车狂奔，最终不敌警方追捕，遭移民署办理遣返。巡逻员警行经三民区民诚一路与鼎爱街口，紧跟着前方这辆红灯越线的男骑士，并要求他停车受检。不过就在他下车配合之际，下一秒居然汽车狂奔，甚至把安全帽往后甩向员警。喂，走他！就算拼了命的跑，男子还是抵不过远警追赶，被压制在地，并查出这名70年次的阮姓男子竟然是逾期拘留一年的逃逸外劳，近日在高雄打零工，没想到遇上警察，而且还酒驾上路，罪加一等。因为跑到软脚被我们同事压制以后，因为他身上有酒又有骑车，所以我们就带锁盘查，经电脑查询过后，他是一名一年前在台中某公司逃逸的外劳，并因为有酒驾骑车，经酒测值为0.35，我们就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或许是太过紧张，担心身份曝光，移工才会丢包机车跑给警察追。对于那安全帽攻击远景，也表达歉意。至于遭台湾玻璃区大人拦查被遣送回乡这样的结果，还真是万万没想到。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继续关心一周要闻回顾。为降低高雄市道路坑洞发生率，市府团队积极改善及提升道路施工品质。21号下午，市长韩国瑜及副市长李四川亲自率领公务团队视察凤山区中仑二路道路刨铺工程。韩市长指出，给市民一条平坦的路是最基本的需求，请养工处一定要给高品质的道路，也请市民朋友和议员共同来监督。为了提供高雄市民更好的道路环境，市长韩国瑜和副市长李四川21号下午亲自率领公务团队视察凤山区中仑二路道路刨铺工程。韩市长指出，给市民一条平坦的路是最基本的需求，请养工处一定要给高品质的道路。高雄市民朋友要一条平坦的道路，是现代2019年，都已经2019年了，最基本的需求。商人他们想的，除了服务公家之外，他们当时要经商，要谋求合理的利润，这没有问题。他一定要给我们高品质的道路，请养工处要跟厂商密切的沟通，还有养工处所有的工作伙伴，一定要谨记在心。凤山中仑二路为中仑社区主要的连外道路，公务局养工处与施工过程采全程影像监控，方便及时掌握施工现场状况。韩市长表示，推动路评务必做好横向联系，并希望地方议员和民众共同监督道路状况。
所有的议员、所有的里长、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帮我们共同来监督。有的地方距离太遥远，或者说太多，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达到。大家共同来监督这个道路，我们一切目标就是一定要把高雄市的路评专案做好。在三月底之前，会有20条的一个重要道路来施作完成。那总面积是85万平方公尺，那长度是50公里、58公里。好，现在已经完成的长度是20公里。啊，后续我们也会积极来赶办那一个道路的一个改善，让民众那个通行或行驶的安全能够有效的提升。降低高雄市道路坑洞发生率，市府表示，韩市长上任后，公务团队全力进行路面改善，也会汇整1999全民万事通的统计资料，定位坑洞的分布区域，以力快速修补路面，并作为道路跑铺优先顺序的参考，提供高雄市民更平坦安全的道路。港都新闻王思武、萧小欣采访报道。资深媒体人陈文茜担任高雄市2月份的观光大使，市长韩国瑜特地和陈文茜会面，畅谈高雄市的观光发展。陈文茜抛出12项促进观光的新点子，像是乌鱼子时尚节、打狗英国领事馆策展和无人机送情书等。韩市长表示相当佩服。小香吧。担任高雄市的观光大使陈文茜和高雄熊热情互动，和韩市长谈起高雄的观光。陈文茜先谈乌鱼子佐餐酒大赛，希望带动高雄乌鱼子的买气，接着谈到秃子时尚节，可以结合化疗调法的病友，转化为可爱和鼓励的活动氛围。他感觉到的是，当我的头发一整撮掉下来的时候，他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消失的恐惧，这样。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一个是可爱，一个是鼓励，把它结合在一起。而呼应韩市长的爱情产业链，陈文茜提议用无人机送情书，制造抛绣球的惊喜，创意思考令韩市长佩服连连。另外一种就是对着群众，对着群众。OK OK， 那就是对的，任何人都有机会的。我要帮你赚钱。陈文茜还自告奋勇的要引进实践大学教授，在打狗英国领事馆营造维多利亚时代的氛围。韩市长认为可以结合在地人才和地方特色，也连声叫好。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在西子湾的一个节庆，这样太好了。你觉得这个好吗？非常好啊，非常非常，而且等于是人力也有了，设计者也有了，非常好。另外，包括举办购物节、百货、饭店折扣优惠、市长发夜市折价券等，陈文茜提出12项刺激观光的新点子，市府经纳入参考，部分活动也将在日后执行。港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23号上午前往左营海军陆战队绕军，这是他上任后首次绕军行程。韩国瑜市长不但跟官兵们话家常，还代表市府致赠10万元春节加菜金，表达对官兵辛劳的肯定。而官兵看到韩市长相当兴奋，掌声加油声不断。上任后首次绕军，选择左营海军陆战队。高雄市长韩国瑜在民政局长曹环荣陪同下，准时抵达海军陆战队营区，立刻受到官兵们热烈欢迎。市长韩国瑜展现十足亲和力，一坐下就跟官兵们话家常，回想起40年前的军旅生涯，还津津乐道。由于不同军种有各自的部队文化，其中海军陆战队永远忠诚，让他十分尊重肯定。陆战队的兄弟跑者们分享一个经验，每一个军种有他的背景，那各位以陆战队男儿为荣，这是陆战精神，这个精神丧失，这个部队就完蛋了，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永远忠诚这4个字很重要，我希望我们陆战队的哥们、好朋友、跑者们能福音这4个字。那我身为高雄市长，感谢各位。海军陆战队训练扎实辛苦，也令韩国瑜市长印象深刻，甚至还把当立法委员时的一段趣事跟部队袍子们分享。我这个人那时候喜欢开玩笑，我就捏一捏他的大腿啊，他跟我不认识，说：“哎，兄弟啊，你在陆战队时候去海军的？”“对呀，我陆战队出来了。”我说：“你福音，这个认同永远忠诚。”他说：“当然永远忠诚。”我说：“不好意思，问你一个不礼貌问题啊，你已经9段了，全中华民国最厉害。”“啊，对，全中华民国段数最高。”我说：“那个小孩子5、6岁、7、8岁往前跑，你追得上追不上？”“哦，他脸色很难看。”“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哎，可是我是立法委员，不好意思给我翻脸，整个脸都气得发白。”“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了解一个问题，就肌肉很强壮，
那个小孩子速度很快在跑的时候，我们是追得上还追不上？我觉得那个酒店可能要全挥上来。随后，韩国瑜致赠部队10万元加菜金，祝福官兵新春愉快。而海军陆战队司令也回赠纪念品，其中红色的海陆帽相当显眼，韩国瑜立刻将它戴上。30分钟绕军行程相当紧凑，海军陆战队的官兵及眷属也把握机会，要求签名拍照，韩师长都来者不拒。我都签上你的酒，好，新年快乐啊！韩国瑜表示，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是否也将扮演好角色，作为官兵的后盾，并祝全体官兵新春愉快。海军陆战队，加油！港都新闻王思武、潘志光采访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19号夜宿大寮区永安儿童之家，并跟孩童们共进早餐。院童送上亲手绘制的卡片，令市长感到很窝心。问到孩子们最想要什么时，有女孩说最想要有一个家，这让市长感慨不已，并送她一个大大的温暖拥抱。比原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抵达永安儿童之家。高雄市长韩国瑜频频抱歉，不过他准备好了礼物、红包跟故事，准备跟孩子们打成一片。我很会讲故事，以前我讲故事小朋友都睡不着觉，因为太精彩。如果小朋友要听我讲故事，等一下我可以讲故事给他们听。小朋友叫你什么？叫我秃头伯伯也可以，好吧？好。刚刚说光头叔叔。OK OK， 我接受。要不要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完全接受。准备了礼物跟红包吗？韩国瑜不介意孩子们叫他秃头伯伯或是光头叔叔。韩国瑜表示，这次夜宿育幼院主要是希望多听听孩子们的心声，跟小朋友打成一片，听听看他们心里面有什么苦闷啊，有什么感觉啊，有什么不如意、不快乐的。我觉得我们当那个市长，整个全高雄市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族群、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都希望能够照顾得到。今天只是来表达这个心意，对这些育幼院的小朋友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独。韩国瑜不仅送红包礼物，也收到学童们特别绘制的卡片，整个晚上笑声不断。隔天上午还跟院童共进早餐，再度接受媒体访问，有聊天，然后又给他们猜谜语，然后大家有分享时间。我主要问小朋友大概三个问题吧。第一个就要问小朋友最快乐的是什么，第二个问小朋友最需要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大概第三个是问小朋友好像比较难忘的吧一件事情。透过这些，我们就了解到他们在育幼院里面住、食、还有教育、还有生活、还有跟朋友相处，他们大概的现况是怎么样。透过这几个问题，小朋友真情流露。所以说每一个孩子啊，真的都是有无限的创意。重点我们怎么样开发我们下一代，让他们创意能够发挥出来。所以看这个小孩子啊，画这个爱情摩天轮，你都很感动，你看看，他们觉得对，然后每个小朋友留一些画在上面。几岁的小偶像？大概17吧，17岁，17岁。那我们也感觉到永安儿童之家，他们培养小朋友一技之长。在跟院童座谈时，韩国瑜提了不少问题，但其中一位17岁女孩的心声让他感触良多，除了红了眼眶之外，还忍不住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有一个在小朋友在这里已经住了10年了，今年大概17岁。我就问这个小朋友，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想要一个家。哇，听了以后的确好像很难过。韩国瑜鼓励孩子们多给他写信，让市长可以随时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而这次夜宿永安儿童之家是上任市长后的第二次夜宿，市长也透露下个月想去渔村听听讨海人的心声。港都新闻王思武、林廷阳采访报道。看电视聊天的时候，吃一点酸酸甜甜的果干是许多人的最爱，而且不少人认为水果做成的果干比其他零食天然健康。不过台湾消保会就分别前往高雄三凤中街、台南安平老街，抽检了25件果干，结果有16件被验出含有食用色素。虽然食物可添加食用色素，但是过多的色素对身体还是会有影响，尤其对儿童更是会产生过动或过敏的疑虑。
黄的橘的这一盘盘颜色鲜艳，吃起来酸酸甜甜的芒果干，还有水蜜桃、奇异果干，所以才聊天的时候总是一口接着一口，让人停不下来。而且不少人都认为水果做成的零食比糖果饼干来的健康，不过真的是这样吗？前面这一盘呢，这个古早味的芒果干呢，它竟然检查出来它所含的色素呢，有食用的黄色五号达到2120 ppm，还有红色六号582 ppm，这个是相当的这个色素添加蛮多的哦。消保会实际上街用奇异果干和水蜜桃果干询问民众是否能分辨出加了食用色素的果干，染得鲜艳的奇异果一看就失去原本的颜色。应该奇异果。您觉得是真的吗？我们检验了以后啊，它是含有黄色跟蓝色的食用色素。我知道，这可是这个可能真的是假的。那真的是假的。随着年节脚步接近，卖场、传统市集有琳琅满目的水果干。台湾消保会就在三凤中街、台南安平老街及屏东夜市抽检25件果干，结果有16件分别都被检验出含有食用色素。掺杂着就是蓝色这个食用色素跟黄色。那各位都知道，蓝加黄就呈现出什么？绿色所以说这个可以讲说是色素造成的一个颜色。商家应该要更有道德良心，不应该做这种危害社会的事情，我们才可以站立得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要懂得去挑选更安全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必要花钱去给自己找麻烦。虽然台湾没有禁止食物里头不能添加食用色素，不过吃入过量的色素还是有可能危害身体健康，尤其对儿童的伤害会更大。食用色素，人工色素如果过量的话，或者长期服用的话，它会造成小孩子，尤其是儿童，会引起这些过动，或者是说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一些的过敏现象，甚至还会引起致癌，还有一些就是说生育力降低，这些以后生下来的孩童会有畸形等等的一些的报道。但是呢，我们国内呢并没有对这个人工食用的化学人工色素呢有任何的规范。台湾消保会提醒消费者，采买各类果干前一定要睁大眼睛认清制造来源，最好不要购买颜色看起来鲜艳甚至有刺鼻味的果干，选择有信誉的商家才能确保买的安心，身体吃了没有负担。港都新闻王四五少君采访报道。为了推广科普教育，高雄师范大学和南台科大联手打造两项结合中外创意的科普课程，包括古迹蟹钟和朋友灯手作课程，让学生们透过食物制作了解齿轮、钟摆等机械原理，以及电流原理和人体导电现象，学生们都觉得获益良多。学生拿起摆锤放下之后，随着摆锤的重量、角度和长度的不同，左右摇摆的速度也就不同。接着再让同学组装机械钟，大大小小的齿轮连在一起，转动的速度也不同，让学生了解齿轮钟摆的机械原理。就是摆锤的质量会影响他摆弄十次所需的时间。如果摆锤质量越轻的话，时间会越少；比较短的话，就会动比较快。另外一组同学拿起电焊，把 LED 灯的正极和负极分别焊在一起，再焊接到电路板上，接通电池的电源之后，要通过自己和伙伴的手触及 LED 灯才会发亮，让学生了解电流原理和人体导电现象。焊接把两个 LED 灯连起来。连起来是作用是什么？通电。通电会不会怕？然后看起来很烫的样子。不会。不会哦。以前有做过这样动作吗？没有。我握着一边，然后呢，另外一个好，那它就会形成通路，所以灯泡就会亮。古迹蟹钟和朋友灯手作课程是高雄师范大学和南台科大联手向科技部争取到的科普教育推广课程，邀集国中小学在民族国中开设的科学体验营，透过实作了解科学原理，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学生在这个组装啊，或者是学习的过程里面，他必须一直去排除不同的困难跟问题，才有办法把整个古机械钟完整的建制出来，并且让机械钟可以运转，所以他们就会在里面学习知识，还有动手做的一个能力，让学生能够透过动手探索探究这件事情，它远比
在课堂上听讲解，他是有趣多，而且他印象深刻，这也符合新课纲的精神，探究与实作。科普教育其实就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开发有创意的教具和创新的教学手法，就能让学生对科普教育产生浓厚的兴趣，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民族活动趣味科学营，港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我是夏小欣，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再会。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